什么呀？一小时，陌生人。现在开始了吗？你将举办一场阳光运动趴，任务一小时内在街上邀请陌生人参与。打扰一下，我是小凯，我跟安若莎一起办了一个活动。请问你在跑步的时候会涂防晒霜吗？不会啊，因为跑步流汗会堵塞毛孔。别担心，要不要试一下这个？来感受一下吧，这个活动一定会很好玩的。你们想要参加阳光运动趴吗？但化妆涂防晒会很黏。但这个呢，质地很轻薄，而且不会闷，涂上去脸也不会泛白哦。你们可以放开晒。户外运动呢，一定要带上小金瓶，还有喷雾，这样呢流汗也没有关系。尽情运动，不怕晒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？Go！安若莎，一起放开晒，晒一场阳光运动趴，等你来。